大家到齐了啊！今天召开的是家庭换届动员大会。你们在这个家已经服务很多年了，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也应该让一让。是时候给有思想、有能力的年轻同志机会了。强皮同志用行动表率了，有觉悟。你要我动手还是你自己来？还不动啊？你们三个抢了这么多年的地盘啊，何不分开一下啊？是不是？哎呀呀呀呀！想不想换个模样，变得更好？闷坏了啊，老伙计，灯可以再亮一点。想不想认识一些新朋友？人家说，想叫你开放一点，我就是真的开放。怎么，孩子，这脾气还这么臭啊？我了解。算，咱们再说吧。再亮一点，再亮一点，再亮一点。老太婆，你不在，我一个人，住啊，这屋子怎么简单，怎么省事，怎么好，对不对？但这些年啊，哎呀，孩子们过年的时候回来啊，吃完年夜饭就走了。有家不住，他们住宾馆。我想想，哎，这不对吧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家呀，这也是他们家呀。可现在呢，咱们家不一样了，这屋子啊，亮堂了。小三女儿啊，光脚踩地也不凉了。你那个宝贝儿子。这回也不用打地铺了。我呢，上厕所时间长，你们想洗洗东西不方便，现在全好了。老太婆，咱家不一样了，你得适应一下。门呢？开在朝南的院子，
如果哪天啊你要回来啊，可别找不到门了。哎呀，这不都快过年了吗？孩子们也该回来了吧？这一次总应该多住几天了吧？Thank you.